你安尼弯路行，有够忝的。有要探望一个朋友。哦。这风高野外，后日风安知己哦。无唔对，伊是只占修人物，名叫李兰君。哦。恩公子，开动车。唔就无当着你的机会啦！哦，你现在来来来，我来给你引荐引荐。这位是我红颜知己海大春，伊是我好朋友，叫做李晓峰。李公子。海君，哦，酒菜拢冷啊！我来叫女婢，搁为李公主添一挂酒来。先说，我来看阿华，伊食饱未？哦，是的。真无意思啊！嘿，我踮咧半路等几半工，结果你唔来，倒好回头转来找你。哦。点才享受哦？阿姨啊，你现在另外一位欠薪的武功会有啥物问题啦？但你嘛伤过看轻我。我咧看轻你，哎，我是担心你，才关心你呢，今日出意外的代志呢，你。你担心我安怎？马雄哥子来上山岭，处处卖好来为金星，巧望金锁家里送，何地暗时是最难忘？多谢天地重友情。好啦。
贤弟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的女兄是什么好顶的人呢？免来讲，受顺酒美人，能够去大事，对不？嗯。哈哈哈！哇，别我都别了呢。哇，阿公公公公胖，哈哈哈！哇，老前辈啊，有够胖嘞！啊，那边有酒的所在，你拢知行看嘞哈。刚刚，这酒的胖会飘百里是？不是酒的胖会飘百里，臭味哦，会飘千里。前袂记查足济人，将翠玉姊也家押走，还佫讲也要保全翠玉的性命，叫咱袂用去上山的。想起甘玉兰，我心就崩。人生自细相亲小书生行走江湖多年，一
向嘛伫咧管家的用事，正拄好差唔多甲你住伫咧隔壁房，有听到你伫咧讲话，我才知影江姑娘你目前的困境。你是讲？我是讲，我有一件两全其美的妙计，予你会当应付马用。也毋免辜负燕飞卿重托你，同时也毋免惊伊监狱人迄个摆面的逼上门来逼亲。你果然啥物拢知影？你到底是啥物人？你尽管相信我，我也算讲是燕飞卿的好友。你拄则讲，你有两全其美的妙计。你毋是燕飞卿的重托，要去抗力机器社规正。你若用安尼直接去，伊要哪肯接受？哦，要无，照你的看法，我应该安怎？给伊答应你妈哟，听伊的指示，然后你甲日记毋是自动导航，那呢你就接近伊真多的机会，然后再搁再劝伊改过啊。也毋过，妈哟，伊若要替叫我替伊做出有违良心的代志。我是要安怎？那你着表面上假意来答应，暗中则想出妙计来破坏伊的计划。果然是好办法。也毋过马勇是一个胆险又搁多疑的人，为片面露出这个破绽。你必须会受情势所逼，爱甲燕飞卿反目成仇，甚至爱搁予证人的痛恨。英雄义作。
想要做嫁查某囝，啊，不过翠玉到即马也唔知啊。
哎呀，放心，你这里吃啦。但是吼，这老前辈的药啊，绝对袂害你。 玉姬为什么那要掠走嘴哟？一定入去戏了，会用到小高山娘家报账。小妹啊，小妹，是林英。哦。 伊要透露消息给我，伊搁今日发现性命难保，才故意给我做这个迷彩小媒人。玲英可是一个善良又搁聪明的查囡仔，我绝对袂允许伊受连累。 就伫咧小高山娘家堡，是。要哪呢？翠玉一定原来伫咧娘家堡。老公，袂用去。伊个内伤我做滴还袂好咧。无要紧，迄个老前辈药我真好用，我才食了三四十年，我即马拢总袂疼。小公主，我认为要救翠玉哦，必须得爱从长计议。 是安怎？救援小高山娘家堡，是一个忠良五虎之主。堡主娘苏佩早年出身入流，介绍归正了后，又恐惊人来找寻，伊伫个堡内有设有三座的陷阱，所以若要探入娘家堡，会能讲是步步危机。啊？ 既然因牛苏佩那是解雇这么多年了，不如我就正式用名帖来去拜访伊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下方位，你亲身功能是牛家堡方必胜会，我拿出天大面子，杨哥。 杨哥是安怎想？下方位，武林中的人，哪有几号，名人不相识，只跟他顶日记，从来没听过。哦，林堡主。 杨师妹，在小高山，我要担保安。你无凭无据来冤枉我，你将来以后是要带这手艺，你用什么计？无你的朋友。 一人要去牛家堡，是。严兄，忠良哦，牛家堡，一人前往危险多。
了未？是不是大英我甲你做登记呢？新闻啊！贤弟，我是讲贪赃，不可露形之用，若被人发现，咱就是输掉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、哦。贤弟，你未晓武功，你跟我共阵行。是叫予我分神的，小公主为着袂当叫伊脆弱，一直咧责备伊家己。你若是留在厝内面，好我来劝劝。公主，你是要来阮凤霞楼听客信？拄食你皮的人叫做燕飞卿，人称多情剑客，手中迄支断流剑所向无敌。你着爱赶紧转去报告堡主，叫伊爱心中来对付这个人。那这阮姐夫早就了解，萧金龙伊绝对无安尼甘愿就来离开，所以必定会派高手进来。阮着从堡门开始咧等候伊。对，李总。你应该到庄后碧花园去通知丁姑娘，请伊放心，燕飞卿绝对会死在这个所在。阿姊是个足糊涂的，伊实在不应该暗中跟随公主去娘家。万一若是泄露身份，要安怎？白小姐又搁伫个身上，若是落入贼人的手中，不但前功尽弃，阿爹伫个九泉地下，一定会足生气的。小唐公主啊，阿明那一个人坐伫遮哩流目屎，哪有得过你管？上解恶哦，徛较边仔的啦，莫当只外啊啰里啰嗦，惹我较气惨。喂，小龙公主啊，你实在将我外看真扁哦，看你哭个呢，哪有像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？放心啦，天若是落来，毛我阿华双手替你吐嘞。有啥物困难，你早哩甲我讲啊！莫哭啦，啥物代志你早哩甲我讲啊！天高地厚，你不知，竟然心头狂。你比人，你大丈夫，你不过是害。
动，唔通看见小海动。你去山中配中着，英雄又会好。哦。断流宝剑你出鞘，根本是假英雄。我看你怎无枪？我无枪，假英雄，是靠聪明好胆量。你有困难做你讲，阿花万成功。请公主去探山，暗查娘家婆。人人拢知你免烦恼，公主不会讲。全部全部拢无假的。哦。刘宝珠既然到要开歌啦，应该嘛着爱请一寡较特别的歌。这个。厝的人去甲娘宝子租来要做生意的，甲娘宝子并无关系啊。既然甲姑娘看无介意，那咧在下就要告辞咯。请。哎，燕公子，阮家还佫有一位新来的姑娘，实在真特色哦。伊不但人生最水，而且伊还阁会晓舞艺，只是呢，因为伊是新来，人虽然水啊亲像一蕊花，也毋过伊还阁袂啥晓唱曲，所以阮主事的人无啥愿意和翠姑娘露面。敢讲是翠姑？就前检客名，伫这江湖上，人人拢知影。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我想要今日真特别的讲。应公子，你阁真大方安怎？其实我实在无应该遐尼啊讲话，将翠姑娘代志拢甲你讲。是咪？因为阮做事的人，伊的脾气真古怪，目头又阁怪，任何人伊拢嘛看不在眼内，所以阮的生理并无好。假使你若要见翠姑娘，上好是你家己去甲伊讲。我惊到时阵会慌呢。恁的主持人是要安怎称呼？伊叫做冰霞。这个不是真好听啊。永远江湖的多情剑客燕飞卿要来见你啊！伊的脾气哦，足怪，你家己甲伊讲。冰箱姑娘，冰箱姑娘，在下。是弯道而来，你为什么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冰山姑娘，救阮冰山姑娘的艳名，留美红木的美色，我用暖毛无人比，红烛照用明宝。欢喜的啦，燕公主，好嘛，我答应你，可是啥物代志在你讲啦？这条路我绝对袂让你白行的哦。燕飞卿，我只是讲，阮主事的人脾气古怪，目头有较悬。想袂到，你会将伊当作是一个绝世美人，真不愧是一个多情剑客哈！多情的人，予冰山好好去陪伴你。